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的作品就是说，想要表达的是说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一个赤裸裸的一个女孩子，躺在一个被拆毁的房子，还是你看到她手上拿了一本圣经？我要传达的是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，还有冲突。我这一系列的作品，女孩子身上都有刺青，刺青对她来说是一件衣服，是一件外套，她不觉得她是赤裸裸的。那后面的背景是工地，我们应该放一张很漂亮的风景才对啊，跟美女啊。可是呢，为什么是工地呢？因为我住的地方的房子每天看到在盖大楼，所以我看到的就是工地，没有美丽的风景。风景在哪里呢？还有这个赤裸的女生，她手上拿的是一本圣经。为什么？我家的房子被拆了，我怎么办？这就是我要讲的，这是我的作品，很简单。你看见了什么？也许你什么也没看到。